今日你一个给他摆明，这个武功在秦仲活开始从小教起。啊，这个现在给大众讲了，这相公道士要乘船了，没有小孩不能船。像你们现在的头部污染这么厉害，你有没有感觉？真的很严重的嘞。啊，像我们现在来说修行来修了，修了基本也可以了。你要真的深入，你不进化不行。啊，一定要放下这个人体的放下很重要。像现在你看跟向华开来讲了，他是比较不错，可是他有个性。啊，那这个个性啊，他都要调。啊，他有时候你叫他不动，他就是个性来啊。所以这个才知道说小时候孩子要，假如说这个不动就这样不行哦。啊，可是他妈不会教。啊，那会教了，就对自己就帮助很大。所以啊，从小教起，从阿弥陀开始，许多个性习气之养成啊，因为开始显现之时，未及时受到啊，制止，于是啊持个性习气，犹如本来光啊光住啊这个沉睡的小孩啊，却被唤醒，趁机出来探个头，啊没有啊没有被宰着，啊没有被喝止，啊或者逃出来。这句话好像说小动作，就好像坐相啦，啊鞋子像他今天鞋子两个不一样的鞋子，也没有人去管他，啊就好像他吃东西用手抓，啊应该叫他养成餐的习惯哦，像这个孩子都要学哦。像以前我带这三个小孩子、啊、去吃西餐，啊，人家怎么规矩就规矩，啊，那餐是怎么去打就打的，啊，切是哪一手，啊，都要教的嘞。啊，以前呢、啊、带小孩不是这么简单的，啊，所以你要讲从小来说这么小你就会养他，那大就好教。当然从小你不会养他，大就不好教，啊，拍嘎了，啊，所以看这个才知道这个性习气。啊，所以啊，从小教起，许多个性习气之养成啊，所以我们要给大众讲，学佛就是教育啊。像我学，我学得很开心，我自己改很多。啊，像以前也不懂，我脾气改了，而且心量越来越大。啊，不是小心量。啊，只要你能够成佛，什么都可以。真的。啊，像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要听我，你们讲不正的，就是魔用你的体了。现在你看看，特魔就是这样啊，完全给他用着，啊，因为开始显见之时，未及时受到，啊，止，啊，于是此个性习气。所以在小动作，孩子小动作，不管吃饭、走啊、行住坐卧都要顾的嘞。现在我看台湾很多都是，啊，生一个两个很饱哦。从小不教，很难的嘞。啊，有如本来啊，光住沉睡的小孩。却被唤起，啊，趁机出来探头，啊，没被，啊，这个宰住啊，呆住啊，没有被喝止，于是逃出来。这句话很多人听不懂，就是好像习惯变了，样子变了。啊，从小不给他调整了，人家看得出来，小孩子教养不好，会说的嘞。啊，没有人不懂的。那所谓意为四处作坏造业，也不懂。直到此孩子的时候，调教而真心改过，方能止住造业。现在很多我十几岁，很多小孩家里家一个两个小孩，现在都坏掉了。
现在母亲就是父亲呢，母亲就一直做事，孩子没有教好。不吝业力现前，最理想的情境是莫起私心恶念。啊，所以啊，莫唤醒个性习气之业障。现在是给大众讲啊，像我们这个佛法给大众讲，是一个教育，不是宗教。啊，很多人呢，把这个佛法啊，宗教就像他们基督教啦、伊斯兰教啦，啊，不管我们佛教，当然那是宗教。现在你们来我们相关大佛寺才知道，哇，这佛法是教育哦，它很现实的啦。就像我们这里师众弟子还是比丘不修，真修假修也不能骗人啊，在你身上都看得见的啦。不懂啊，才知道这个啊，一定要懂得身体改变叫做修行。啊，假如我们还有这个习惯性，对自己伤害很大。不吝业力现前，最理想的形态是莫起私心恶念。像这个私心恶念，就贪嗔痴慢疑恶见，啊，这个给大众讲了，这个千万不要有。你要有，你想来见性不可能，不可能见性的啦。很多人不懂哦，那我们现在修行修什么？就是啊，从生出来啊，改啊错误的见解、错误行为，那是修行啊。而且现在啊，我们也访问很多问题，你们大家要听哦，很重要。就是你个性不改，你把众生都找到了，他把他反省，有没有？因为当时业力众生醒过来，更是跟随此生得令造业。纯净纯善很重要哦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我们现在为了这身体事啊，现在造业就是要是身体好了，啊，身体需要了，你们现在都看到了吧？就把身体把给自己害死了。而且啊，像佛现在也在啊调我们，不要一执着，要执着一个地方，大部分你执着就变这个东西、啊。像你们还不懂啊。进到一个卖场啊，你只要耳朵能够听到，衣服能讲话，裤子能讲话，也才知道都会讲话的嘞。也不是这么简单哦。你要找灵性打开啊，一级半的嘞。而且它在空间它不会出来，你也不用害怕。啊，你要挑了这件衣服说，哎、啊，这件衣服好，回来把它归一下。啊，下来我来买鞋子、买衣服，我都有归爷，我才有，他会讲我、啊，都会的嘞。讲了这个，大家都听得都害怕，说，哎呀，那是吓死了，不吓。因为他现在就是进入自己空间，就是这件衣服。现在你外面听不到这个东西的。这不是佛打开，也没有人懂。啊，便是跟随此生啊得令造业，所以啊，所造之业，佛由今世色身所报。那这是真的，你们现在在这里看到吧？要真修啊，假修众生进来以后，啊，有人讲很冤枉，我做了半死啊。
啊，我为什么中正还找我？个性没改嘛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你们一定要听啊。现在做佛事不是压力，是快乐。就好像我们要去西方是快乐，不是像阿桃吓死了啊，那不是，那是不对的嘞。而且就快乐，你看看，要脱苦啊，要释放啊。也他也不能做主啦，没有人懂。那而且现在其实佛讲了这么多的经都是改你个性的 啊其实孩子都很单纯，你看阿弥也是单纯的、啊、他算很有良心的、啊、昨天啊啊我说你很有良心啊，阿妈喜欢你啊，你会替妈妈想很好，很棒的啊，说不定业力啊现前最理想情形啊，莫起私心恶劣，像这个私心哦不行哦啊，叫人私心你要来运作很难啊，所以啊，莫犯行个性习气之业力众生，所以你假如说你个性都不改，你众生会出来，啊，你身体就在衰老。这段很重要，你们要看哦。像很多人以前呢，我看到很多修行人，哎，我做了半死，啊，我也修了半死，我也修了几十年，我怎么变成这样？一样个性不改，不是修行啊。啊，修行第一个个性要改啊，不能不懂啊。啊，你个性不改，我给大众讲，你过去造的业，它就在你身上。像你们现在在陈博士在讲，有的还没有苏醒，有的苏醒了。啊，有的苏醒是你跟就像你看你又走掉，你走掉，你知道，我就看到你走掉了，你不想你走掉，对不对？应该你应该有灵敏度才对啦，啊，他很快就走掉。而且你要了解啊，像我们都很单纯，越单纯越好了。假如你不单纯，那你会走心，最好是不要。像你们来这里赚到了，啊，我们都会给你看，啊，问题出在哪里，要调了哦，这不调也不能坚信。啊，便是跟随此生的得以造业。讲呢，我现在给全世界人讲啊，你为了这身体啊，啊，这个可以讲不择手段，那你就输掉了，那是众生叫你造业。现在你在特穆身上看到了，啊，你讲的为这身，都是为啊，这个为社会的。当然，我们现在讲佛法讲众生，有的人就听不进去。啊，能够取于社会，回归社会。啊，现在我给大众讲，香闻大佛是真正的取社会的，要安定。啊，要给疫情安定。像我已经给全世界的总理讲过了。啊，疫情呢，你不来找香闻大佛是，啊，我活了毛毛虫，它不是个迷信，它是灵性的权威耶。啊，我给讲这灵性的权威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像他叫法界藏身，像我们身体啊，都是灵聚集在里面的来，啊，就好像你今天是140做过人，还是做过动物，它都在你的细胞哦，啊，那个细胞里面啊，啊，为什么要学佛？我们跟佛纯净存在宇宙中，从来不看人家的过错，啊，看人好不看坏，要有慈悲心。啊，一直走一走，那你这个细胞都不会开花。假如说你今天这不好，这不好，这自己用这身体来造业，众生都找到，这是这样来的嘞。这样啊，他磨在他身体，他不能起作用了。
啊，磨错了它也起不作用，我不信的。做是一回事啦，啊，做一回事就是你做功德就在了。假如你有魔性，我不要你。那现在很多不能控制就有魔性了，你才知道这事情很严重。所以我常常给讲，当家了啊，啊，这住持啊，都要靠自己哦。你们以后要做当家住持，要靠自己。你要看一些不能靠的啦。像我们现在只要自己治好自己内心不能治，你怎么去治人？我讲有没有道理？啊，你假如你的行医不能做好，你怎么去救人？不可能的啦。所以我们身体是借用的，啊，给大众讲啊，放下最重要。像我们今天身体这样，啊，愁业而来，啊，愁业呢就是赶快学佛，止住，纯净纯善纯净纯善，啊，自己吸什么啊，助大众，就要替人想，啊，这一直走，你这身体绝对不会生病。假如说你今天很自私，大部分会生老病死，现在都看到了。所以啊，学佛一点都不能假，自己也有今世色身所报。像我告诉你，我是带众生苦，像我的众生大部分都送走。啊，或以色身坏去，或有灵性所报，有没有看到？像现在就灵跟身体啊，身体很重要，在哪？把灵性提升了、啊。你看，你现在我们相关道士都跟灵在一起比较多，我们都在超度的了，从从无尽的了。你看看那个啊，昨天那莲花也是灵啊，整个都跪的，我都不用出去看，他们都跪的，都想要去西方啊。像你不要看我坐这，我给你看到外面的，这就是修行的。像我们的可以通。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它是通的嘞，啊，不是，请你坐在这里，外面都不知道，那不是的。啊，或者来世业力中受报，不论何时受报，受报与色身与灵性皆是苦。啊，色身就是身体的。所以我给你三文讲，啊，赶快来相关大佛寺啦，小白屋啦，赶快念佛，赶快来，对你啊，啊，三文就解脱了，不能自私的嘞。而且这人生啊，不要像外国人啊，人生一世就完了，人生很有用的嘞。这样你不要看看这个地球，我们身体重量就满满的嘞，我们是个宇宙哎，哎呦喂，现在打开了。啊，这车模的身体啊，整个是宇宙，吓死人了！你还敢有恶念哦？你看他的恶念，他把自己三个害死了。现在你啊，不要为这身体享受了，这骗人的啦！不能不懂哦。啊，或以来世业力中说吧，啊，不论何时说吧，说吧色身以灵性皆是苦。啊，像我们最笨在哪里？在世间呢，自私自利，啊，那杀盗淫妄，身体生病哦，在花报，
花豹以后死掉还在第一寿跑，哎呦，为这个身体不值得，要换哦，心要换哦，像你啊，心最好都空的啦，啊，已经出家了，好心给你讲是真的，你讲点头对了，可是心不换没有用啊。现在心要换了，你看郭耀嘉很优秀的嘞，心不换就没办法了。啊，其实心换来见性很快的嘞。像我每天啊，这个跟佛对呀，要怎么来改进，要怎么来，我每天都在进步嘞。像我今天我好早就起来，我昨天很晚睡，好像十一点多才睡。因为他给我稿子，我要看了。人生活得很有意思的，你明白道理？现在讲能够救疫情更好，像你看看，你看毕达多啊，克里夫都害怕，还有这个，嘿嘿嘿，谁敢？我敢摸，不用怕。啊，因为这是真理啊，跟佛一起啊，所以我给大众讲，地球有救了，佛圣来了啦，地球有救了，啊，只要佛上来，什么都好解决，只要听话，佛教你怎么去改就改，不要有自己主观的。不然啊，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恶念它射进来，就好像你们现在身体啊，为什么重症重了？你把它想来的啦，现在我们都给你打开很清楚的，所以不要自己主观不好了，啊，自己轻轻松松多好，也没有压力，也不会说众生找到，啊，真的修行很棒，我给大众讲，好好的修行，啊，我教他们听经很重要。听经啊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啊，说随时随地当，啊，当即时止住不当言行与举止思维念头，这要教育啦。像我也给全世界人讲啊，啊，谁都没有办法解决的生死，佛都给你生死，就给你啊，给保障啊，外面没有的嘞。啊，初一啊，纯净纯善之南无阿弥陀佛，佛号中。啊，初一啊，经文及佛号，烦恼心于头部中，很重要。现在我们现在在讲念佛，大家讲你迷信啊，啊，为什么佛在？他不讲佛是佛光呢？你没有佛号，我们没办法操纵你。啊，佛往前冲，啊，都是佛号在走的嘞。所以这句佛号，啊，你说你不会念，你就死定了。啊，不会念这佛号，你这个人不是学佛人。佛号很重要，像法师还算不错，啊，出门就带我那个播音机啊，很棒的嘞。你在那震撼，而且大地都在念佛。像我们随时去出播，有佛号最好。啊，帮助了你在，而且无量寿无量光。所以啊，处于纯净纯善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化成处处经文中及其佛号，烦恼心中头部，就好像听经了、啊，啊，自己呀、啊，应该要啊，给大众讲啊，要摄受，佛讲不行做不要做，佛想能做去做，啊，处于善心善念中，进而能入啊无念无啊无心，明明觉知。来看待五光啊，我在讲黑花白花，啊啊，这个好像大家听的这种东西好像听不懂啊，啊，什么叫做黑花白花？啊，像哎，给大众讲，不管你黑花白花啦，啊，你这鲜艳的花，到后来都会枯萎，就像人道一样。
你看十七八岁最年轻的，啊，进了二十岁就开始慢慢的，啊，要学火可以止住了，你不学火止不住。啊，主要是我给大众这骨骼了，这骨骼很重要。像你看了我的骨骼，你看我已经七十岁，你看我三十年我为什么在踢呀、啊？因为这个脚稍微踢一下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，真的嘞。像人家七十几岁哪有办法这样踢？而且现在啊，我的脚可以翘很高的，因为我要运动啊，我要拉筋啊。啊，这他们看到说哦，你能够这样。昨天阿杰看到说哦，比踩脚踏车更有力。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就是骨骼了，这骨骼没有老化了，没像人家老的骨骼萎缩了，还是骨骼有问题了。所以你要早一点修行啊，它不会侵袭你的骨骼了。像现在我们的众生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有人侵袭的五脏六腑都会了。哎，恨你恨死就磕你的骨了，啊，那就是骨头疏松症了。所以我给大众讲啊，划不来了，这个假身不再搞了啦，搞得累死人啦，搞得自私自利干什么？阿兵啊，还是法师，你还可以放下身体啊，你们就赚到了，你们想要放不下了。放不下在哪里？那为什么这思维你放不下？活好没有凝固了，所以你一下就走了。我看看你很快就走，那个就是你啊，你的思维啊比你活好快。啊，你假如活好能够比思维快，就好像我为什么叫你背经？你背经的好处就是我一直背，一直背经，背经。啊，跟这个思维不能进来。啊，你呢能够用这个下手是最好，我是这样来的。啊，而且你看我拜佛坐在佛号里面，你看我在拜佛我都有光的嘞。这要制裁你这头部的东西，你要怎么生于怎么制裁，主要啊就是存善很重要哦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啊在知道我们的有时候不能再给他老啊，黑花白花就是不能老，不能枯萎了。像你去年看嘛，跟今年看嘛又不同。啊，不同在为什么？我更有朝气，而且我睡眠更少。而且你看，我一个礼拜三场，而且我奖金有六场，啊，不止六场，我看，六场哦，晚上不算了。六场对了，二四啊五六对了，六场，你看精神好，再给他写一张他众生道，你众生很多，因为他都一直在做。现在我也给你讲，你就是不晓得你自己思维错误了，啊，这思维错误。大家很危险，你只要有私心呢、啊，就有了。啊，你说你有没有私心？不敢。有啦。有的，没去搞私心。私心你听不懂，是要替自己想比较多了。啊，你尽量把自己布施掉，对自己最好。你讲没有我，你不可能睡觉的啦。他这个众生抓你，就是你有动他才会抓你的啦，你不动他不会抓你的啦。你就是动啊，你不是说啊希望怎么希望怎么，人家都看得见的啦。像我们不敢哦，我们现在学佛这么久了，不敢。所以这个花盛开时啊，许多人呢、啊、争相欣啊欣赏，但当花枯萎之后，使我能够有人愿意赏之。少有人啊，这个人啊，人也，就好像你年轻有活力啊，啊，你老，像我也给你们讲，你们不能老，包括阿桃讲你不能老，可是他也不听我的了。
都自己找的。啊，他不晓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。像我们香港大佛寺都是一至十字头，全世界第一哦。不然什么叫香港的？像我每天开始就在讲啦、啊，啊，说人在世间有成就，身边不划追随之人，啊，这个但失去成就，身边追随人就随即而去，啊，像这个都是人道了。那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今天是给大众好处，啊，给大众能见性。像来我也给法师讲，你看不到你缺点，你就没救了。假如你今天能看到你缺点，你就有救了。你也是聪明人啊。我讲有没有道理、啊？就像阿兵，他知道他缺点，他改不了而已啊。他知道啊，啊，可是他不能做主。你才知道不是不聪明的嘞。假如说我们今天来修行来讲啊。啊，你只要知道说自己缺点，那就好改。啊，像我们大家有没有都有哦，哪个没有个性呢、啊？啊，但失去的成就，身边追随人也随会啊随之而去。啊，此非真实啊相近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啊，所以要了解一下我。啊，活的意思是讲说你在世间呢、啊，啊，不管做什么好事，做什么事业，假如带不走的最好是不要。那带的时候，第一是智慧啦，啊，你的身体啊能够有智慧有灵性。现在你们在看到阿嬷苏师姐就是这样啊，啊，有无量智慧。你看这个稿子，我在追他们三个在访问呢、啊，我追得很紧的。啊，到底啊，答案是怎么样？因为这空间很复杂，你必须要有祖师大德来勘验。啊，第一个老师玄奘大师、显所国师、沈禅大师，那不得了嘞！啊，这个你啊，今天看到这个梵高，已经接近要成功了。啊，接近成功的，就一线开就进来了。要看这个毕达多了，毕达多智慧好得不得了，人才又好，好，两个我都啊跟克里我都很欣赏。啊，为什么我叫你看绕地球，给他知道说我们的经营呢、啊？啊，他讲我灵性经营的非常好，我已经经营多少年了、啊？我不是人道经营，人道难经营，我都灵界经营的。所以你现在灵界没有一个不认识我，啊，不认识相关的阿弥陀佛的都认识的，啊，难道你看身体不能自己做主？你们现在都知道吧？身体没有办法做主啊，啊，你也不想睡，他会给你睡；你不想掉去，他给你掉去。假如说你今天法师能知道自己内在，那你就救到了。假如说你说。我不懂哎，啊，我不晓得，我也不晓得我睡觉，那这事情可严重了、啊，这经验重哎，啊，而且当失去成就，身边追随的也随而去，啊，非真实相近，在此时间不少想要追求，啊，实现是声望成功的这个东西是骗人的，啊，这个东西就会但此于繁花总有凋零凋谢之时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？花盛开，你大赚钱；花枯萎了，没人救你，死掉是你一个。我们现在都是自己独生独气、独死独来，苦乐之担又带着。假如你自己能够成长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了。啊，不要再有这个身了，有这个身很麻烦的嘞，这身只能住。啊，所以这个当花谢以后，是我可以自己的价值，没有价值的、啊。啊，枯萎了，啊，你看流失在地下，哪有价值啊？就好像你今天来这里
世界出世，你学了佛，学了大法，那我告诉你赚到了，你不会像这个啊凋零凋谢。啊，现代人大部分来这世间就是像这个啊花了啊开得很盛，又凋谢，就变大地了。啊，这不是佛解开啊，没有人懂哦。很重要的嘞，啊，当花谢以后，是否可以有自己价值？啊，莫啊莫被彼此外相所惑。这样子，哇，你是财团法人，哦，你最高，你是总理，到后来凋谢就没用了。那我们现在不一样，学佛不一样，不凋谢，无量智慧无量德，帮你帮你开，帮你开，帮你怎么超度？外面没有的，这心量要大了。像我们现在来这社会取义社会归社会，你就赚到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莫啊啊彼此些外相所惑，啊，在这个当花谢以后，是我可以有自己价值，啊，莫啊莫被此些外相所惑，啊，应知道生命之时的价值，很重要啊。相信我们生命就是不能枯萎了，不要像黑花白花枯萎了。啊，所以黑花白花不同花种子盛开，要看清楚自己选择是哪一种花。啊，像佛在讲说，啊，黑花高贵盛大，许多人尝试追随黑花盛开，啊，有无数的吹棒声音，大家都相信黑花会具有价值，无数人喜欢看着、穿着、啊，想着、看着、欣赏着、迷恋着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，既然你看现在人讲 啊一锅红啊，黑暗代表看不清自己了，看不清自己了，很多人不懂，很严肃的嘞。啊，所以要了解你高贵是你的身体啊，你贵气也是你身体啊。像这听经很重要，听不下去没有办法的啦。啊，你想要见，你今天不是打东西也听不下去，没有什么办法。啊，你听经啊，听不下去，你要想见性不可能。啊，听经以后要醒。啊，你不行也不行，啊，所以大家相信黑花，啊，具有价值，无数人喜欢看着、想着、欣赏着、迷恋着，啊，这个都是世间人的为这身体迷了。那白花平凡庄严，啊，这个白花的意思就零污染啦，啊，所以平凡庄严不有过分之装点，啊，没有色彩，但是。广为盛开在各有角落，默默地吸收精华。啊，全树皆是充满养分，即使花朵枯萎之后，还有些价值可以，啊，用来疗愈身心。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嘞，就好像我们每个都是有灵性的啦。像我们今天修行就是要灵敏觉知啦，而且不能枯萎。啊，那一枯萎不是学佛人呐、啊！啊，越来越有能量，啊，越来越有朝气，这不能不懂啊！啊，越纯洁越好，越干净越好，啊，越没有污染，对你自己越满足。所以世间人个性习气个别。啊，看见华丽平凡之不同价值，啊，其实平凡很有气质的，
那个气质是不一样，没有污染是不一样的嘞。很重要啊，所以啊，所喜好不同啊，追求也不尽想象啊。像现在黑化是追求名利啦，啊，白化能找回自己啦，这不能不懂。当自己有选择是信仰，需要清楚自己所得是什么价值，所以将来自己可以啊啊，可以有何益处？就好像是我们人道来讲啊，啊，不是老了就要人家顾的，不对的嘞。像你们那几十年的经验，越老越值钱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啊，你还越去做越去做，对自己价值越高了。不要讲说我老了就是退休，那不是要往生啊，千万不要退休，不然你就像他这样很苦的嘞。而且都坏掉了，也好也不好不了。现在我们身体就是不能坏，骨骼啦，啊，这全身都不能坏掉，那坏掉就没用了，不能老就对了。我也给大众讲，绝对不能老，老了你就输掉了，老了就划不来哟。啊，老了你就要人家照顾，咱自己活动多好。也不要靠外来啊，所以这个在黑蛙白蛙看见华丽平凡之不同价值啊，世间人的个性习气有别啊。那现在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啊，活在黑蛙白蛙，像我们个性啊，啊，一定要顺啊，要替人想。假如你学我能替人想，就能够找回自己来。啊，所喜好不同，啊，追求也不尽想象。啊，但自己有选择之信仰，啊，需清楚自己所得是什么价值。啊，将来自己可以有何益处？就好像说，我们讲宗教一大堆的信啊。你不能了事情，信他有什么用？啊，现在特么？现在佛救了他说，我不是违背主，主你不能救我，我当然信佛了。他有一篇是这样讲的，啊，他主啊，我在黑暗之中，啊，都没有人救我，叫你都没有人救，现在啊，这个啊，阿弥陀救我。啊，像啊，我们要学阿弥陀的精神啊，他不看你过去的，应该啊，你们很好修行才对啦。假如说你们一直要抓过去啊，你们就输掉了。他不看你过去的嘞，啊，他要你当下醒过来，啊，真的好好的经营，可是你们都不听啊，没有办法。啊，所以我现在学佛不看你过去啊，啊，我很早就不看人家过去，我不喜欢这个东西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要听哦，啊，这么啊好的教育哦，它不是宗教的，像我们现在人到最后就病了死了，他给你拉起来，啊，假如你不听话，你病死跟佛也没关系，你要听话就可以，像我的身体就是表我给大众看，有没有道理？这不能骗人的嘞，而且智慧如海啊！给大众讲要听哦，这是很重要啊！像我给人道来讲啊，人道要去突破啊，能够。带动人家醒悟过来很重要，而且又不病不死，像我们想问他真的不病不死的，要看你自己醒不醒来啦。
啊，像你还很自私为了身体，那怎么值得？像我们现在跟着佛，你形象好是跟佛，你形象不好你是魔来的，那看得很清楚，也不能骗人啊。啊，一定要形象好，不能形象不好。啊，所以啊，世间人个性习气啊有别，所喜好不同，追求也不尽想象。啊，当自己有选择信仰，需要清楚自己说得到什么的价值，将来自己可有何益？就好像说，你现在信仰，你能不能了生死不病？你来我们教，可是我给大众，你要听话才有用哦。啊，像阿塔不听话，我们没办法。听话就有救了，不听话我们也没办法救。啊，所以给大众学佛的啊，一定要佛讲什么，一脚不一叫学佛，啊，一脚不一，不是有自己主观的，所以啊，莫以盲目或只见外表之善，自己要为选择主义。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选择就是你宗教对你有没有效果。好，我们来访问许金水。啊，我是一个啊，我们来访问许金水是。我是一次啊，我是这一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族代表许金水，南部屏东人，感谢阿弥陀佛慈悲啊，阿叔的慈悲，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很亮，金光闪闪，感恩这个接法师还有义工菩萨帮我们一起念佛。我们来说是，我来说我的故事给大家听。啊，屏东最出名就是。天极乐盛产的槟榔啊，因为啊，屏东土干，槟榔种下去不用花很多时间，很快长大长出槟榔花，啊，槟榔花就是结果树，啊，变成一颗一颗的槟榔，我们许家三代都是做槟榔批发，大部分居民种的槟榔都。拉到我们这里来卖。啊，我们专门收购槟榔，再把它批发出去。家里地上有槟榔枝，铺满地，这里一坨，那里一坨，可想知道家里每个人都吃槟榔。那个环境真的是四处都是红枝槟榔渣渣。其实这槟榔会上瘾，你不吃不行的，哎，上瘾了。啊，有的吃的，哎，我看很多人，所以南部人工作的时候，啊，更不忘记啃一只槟榔，提神更有劲。许家三代现在都吃槟榔，唯独我许家不吃槟榔，因为是槟榔批发者不一定要吃槟榔，人家来买货，我是很清醒的跟他结账收钱。啊，有一次大概给我一颗槟榔，一直包槟榔，我不知道。里面有酒，一吃下去没多久就醉倒，那一整天没办法做事，而且身体起来一粒粒红疹，人说那是过敏，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再碰槟榔。哦，他哥哥救了他，啊，屏东太阳大，大家全身晒得黑，看起来肌肉紧啊很结实，没想到跟在后面就发出突然吐出一口血。当时吃槟榔啊，俺人的槟榔的不多，外地来的看我们吃槟榔吐一口槟榔汁，他们认为那是血，其实是槟榔汁。阿爸阿母啊，说我是许金水是带金子来，从我一出生许家就开始玩，所以当然是把我名字取的许金，啊石钥匙的石，太熟悉，所以叫许金水。啊，只要有金字啊，就能发财。我们家很有名，就是我们家的标志。在槟榔批发很好赚，可是也很冒风险，因为同行有人会被盗了不少钱。
说阿爸阿母都劝我们师兄弟不要贪心，有多少卖多少，不要起贪心，练孩子的。在故乡啊，我们从早上四点、四五点开始忙到中午，幸好阿爸阿母做人忠厚，当我们平话不完的病人，就给同行的去赚，所以我们一直都生意很忙。阿爸阿母过去过年过去都会买米去寺庙布施，主要是啊，告诉我们知道惜福感恩。我们许家很多赚很多钱，我们许家很好赚钱。所以有些人呢，啊，摆路边摊，没有人买。阿爸阿母告诉我们，不是财务，捐钱帮助穷苦人。阿母回到庙里煮一些水，啊，随缘斋，啊，供佛过路人，或是贫苦人。说到这里，我许就离开家乡，因为我遇到了寺庙那是一个师傅，许就说：“你们家一直种米了。”你可不能这样，知道这种槟榔供人家有因果啊！啊，有人吃的槟榔吃到口里都烂掉，叶子还有白灰石会导致人口腔。他为什么要放白灰哦？啊，白灰好吃哦，你们对不对？不来行。啊，这样的行为就等于害了。你们家因为这个也赚很多钱，可以劝你爸爸妈妈不要再赚这钱。幸好你家，啊，就你一个没有吃槟榔。师父劝你把你家种植的槟榔土，改为种植其他果树。这个师父对我很好，每次我到寺庙主动找我，并且说许净水过来帮我，或说许净水这里有好吃的，刚来吃。说师父带我都是真诚之辈，带我去看周围的人，啊，并且还告诉，啊，我人为什么要有，啊，告诉我人为什么有贫，啊，富贵贱。师父告诉我，过去懂得布施吃槟榔的人，再贵的槟榔都会买来吃，啊，那些贫苦的孩子或是三餐吃不饱。穿不暖裤，这些吃槟榔的人能够少吃一颗一些槟榔，捐一些钱，可以救孩子以外，又可以减低吃槟榔，也在寺庙当义工。看到出家阿众惜福，居士菩萨趁珍惜每一份资源，我觉得啊，与其其中这些槟榔树伤害这些孩子，不知道慢慢转型改变，大王槟榔树吃了可以退伏，啊，不至于阿爸阿母因不了解而反对。我带着师父还有阿爸阿母去医院参观，那因为吃槟榔口腔癌，阿爸阿母看到都害怕，看到他们口里都溃烂，阿爸说心啊，那真的不行，再卖这东西。我刚把阿母决定改变，把槟榔砍掉，啊，改种椰子树，啊，大王椰子树，后来可以降火。寺庙师父很高兴到我家，便告诉阿爸阿母，啊，你们家有精神，果然有善根，只要对人不好的，他们都会想要改变。那人就大王椰子树也丰收，大哥娶了媳妇娘家是种。励志的劝导阿爸阿母不要种阿大椰子树，树长得太高，收的椰子也很重，可以改励志。经过阿爸阿母的同意，请了农会人帮忙指导技术，我们种了好吃的荔枝，又有农会来劝我们可以种释迦，所以我们家里水果又多了一种。平日努力在家里做农事，家人在寺庙当义工。我对娶妻生子没兴趣，前面三个哥哥都娶了，我还是孤家一人。不管媒婆跟阿爸怎么劝我，我都没有感觉。后来阿爸阿母就不再劝我，
我除了帮忙家里以外，做农事，我心想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就是平日啊，无故过一生，不是种种啊，不是种种病啊，这种种世家，不是种病啊，就是种世家。这两个字可能错了，因为他改行了，不是病了，可能是这个，叫他再改一下。啊，所以啊，十五烧的心呢，应该是励志的，不是中励志就是释迦励志。所以啊，十五烧的心来说，寺庙有一个短期出家，三个月你要不要过来出家生活？说不定你就知道你一生要做什么。很佩服师父的慈悲智慧，二话不说我都上山。短期啊，出家三个月，在三个月的禅坐，我发现从我懂事以来，生活都是由阿爸跟阿母啊教我怎么做，怎么做。幸好阿爸阿母很善良，教我对人的真诚。在寺庙打坐时，我好像自己在回忆过去，回忆阿爸阿母拿着梯子，又拿着长长的竹竿。上面绑着刀子，把槟榔割下来，又发现我的脑部、脑海浮现那些吃槟榔的口腔，形容起了忏悔之心。幸好已经转业，短期住三个月时间很忙，说寺庙把我这些我们的经验短期出来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。啊，我只能够在夜里睡觉前冒出念佛响。在家里想了过去，隔天师父来找我，人说好像没有睡吧。我老实跟师父说，我每天晚上都会想家里，会想过去，所以说吧，师父心有数，要我每天早上出播完之后去找他。他带我到寺院附近西边看看戏，告诉我说，金水啊，你看师父现在啊要做一件事，看你悟到什么。清水清澈的溪水里有鱼，有沙，有小石子。师父拿一个竹子在溪边搅晃搅晃，问我看到什么。我告诉师父，鱼不见得被吓跑，因为师父用竹子搅晃，溪水不再清，看不到底下，需要再等一段时间才慢慢溪水不下来，才能看见清楚。师父告诉我，世俗人起的烦恼就像那个竹子一样，在心里搅晃波动。修行修定，如果有定功能，就不容易啊被它影响。尤其是念佛的观心为要，真正做到听而无听，啊，看而无看，啊，无念波动，渐渐习惯禅定功夫，这是修行重要功夫。三个月时间到，我决定回去跟阿爸阿母说，我这一生最想要做就是做一个出家人。阿爸阿母点头，他们知道我今天一定要离开世俗。从小我就比别孩子心更柔软，更慈悲。就短期出家生一周，我并没有出家，我把分到的家产山坡捐给寺庙，继续在寺庙中当义工。在我四十岁时候得到风寒一病不起。有一天晚上看到棺材，啊，尊敬告诉我，洗净水醒来啊，我回第六殿见阎王。当我见到第六殿阎王说，洗净水，恭喜你，你劝你阿爸阿母还有那位师父请你还债，你现在可以放心来第六殿当一主服务。当一主服务才知道地狱众生，哎呦，这么多苦，这是人道没有教好了，啊，都下地狱，所以而且他们不知道苦，因为没有学佛，啊，前后我当了30年，表现一直都非常好。有一天有人告诉我，恭喜你获得被所有千万喜欢的极乐名单，要好好把握。名单公布之后，我每天都听所有讲经。禅经也跟着说一起念佛。幸运的是，我听我讲经啊，知道宇宙真相，只有心上做善，才有机会去西方。
我许清水啊，59岁一出，啊，赶紧到澳洲香港，看到救治团队为救治这次的全球疫情，大家都不松紧。某叔我啊，这个接引念佛往生希望，我等念佛加入救治团队，感恩。啊，你就想想那棵树。啊，这个武功老师开始要立即转念，啊，提起觉悟啊，觉醒啊，任何自私自利、损人利己的念头，啊，立即转念，这个重要，大家要听哦，你不背附体就在这里，啊，你要先看一下，提起觉醒任何自私自利、损人利己念头，立即一转，像我们自己有时候盲点的，也看不出自己啊。到底啊有没有自私自利啊？即使假如说现在你看到特摩来他们三是讲他三兄弟啊，嫉妒障碍那个就是这个就是了，好像讲的天花乱坠，什么都很会讲，这讲来讲去还是讲自己，哎呦都走不出来。你没看到访问这么多都讲的，好，我一定怎么的，一到进去就啊对着身体的欲望了。像我们的身体的欲望千万不可以有，啊，你有这个欲望不能坚信的嘞。所以任何时任何地与无意中啊现出过去之人事物境，那是不对的。假如说你们一直想过去想过去，啊，我告诉你们不能坚信哦。啊，比如你孩子大了，你还在想。啊，还是你现在啊，想到放不下什么？那我告诉你，不能坚信的啦。啊，学我过去都不要，都没有没有过去，而且你身体也不会疲劳，也不会老。啊，假如说你不是的话，我那很严重哦。所以啊，任何时任何地啊，与无意中现出过去之人事物境。啊，那这个很危险，这会老人痴呆症。像现在很多人呢、啊，梦见的梦去过去，小时候在玩啊，到后来都终身找到的嘞。像我劝大众讲，要有过去摸到过去、就是，就是那彻底。啊，你过去放不下，啊，你最爱的他就找你了。啊，说当立即啊转念。莫被牵引啊，进入思维啊回忆中，很重要的啊。而今而令啊，当时有缘众生啊，得被唤醒，所以你才知道，业障都是你自己找来的啦，没有人害你的啦。啊，问题就是个性没改啦。现在你啊，看到老师开始跟佛开始，大部分都是我们个性没改找到的来，划不来哦。现在真理啦，真理可以救你啦。啊，那什么叫真理？纯净纯善。啊，不能有贪嗔之慢。像贪嗔之慢，学我不能尽信的。给大众讲要听哦，绝对不能尽信的啦。啊，你要贪贪众你找到，嗔嗔众你找到，一点都不行哦。不要想我要占便宜占什么都不可能的啦。啊，情愿给人家吃最好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说莫令牵引进入啊，思维回忆，而令当时有缘众生得唤醒。你看看，过去把你唤醒，所以现在啊，为什么佛教我们过去都没有？那过去都没有，很多人也听不懂。我要讲，个性都要改，像你们的个性就把过去给找到。
划不来的嘞。像我给他们要救自己了，人没有人家一天到给你顾我，谁去顾啊？啊，谁也影响不了我们的，要自己影响自己的。啊，便是夜现淘宝时，立即转念，末念恶念杂念，万念流心头。像你看这灵性发挥很大，毕达多克里夫不得了哎。啊，他们在魔界也是一把交椅的。魔界是这样的，你越强势就是越高啦。魔界要修，你没修也不能当魔界。像我也给师兄弟子比丘比丘讲，假如你没有照规矩，你也是给魔界控制的。啊，那魔界控制你干嘛？来破坏大厂，那就罪就很重了。我们这里破坏不了了，我只要我作证的，所以啊，谁可以破坏得了？你说有道理？像哪个缺点啊，我看得一清二楚；哪个问题，我哪个不了解？我太了解了。啊，问题都是自己要救自己的。啊，所以立即啊，转念啊，莫念恶念、杂念、万念。像现在我们也修行那么久，像这个对自己好处都不要了。像我在讲这个，没有人会做了。啊，我好心跟你讲，你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的。啊，不然对你损失可大了。啊，说上念净念不离心，末念恶念杂念，万念流心头。这个流心头就是众生可以找到你。像啊，现在也给大家看自己会看，他这么聪明都不看自己哦，就想不通。啊，问题很严重的嘞。啊，他什么心我都看得很清楚，他还看不出这些心，那我也没办法。真的，现在在学佛来讲啊，也是自己救自己的啊，没有谁能救你的嘞。说无念是本来非物本来面目啊，弥陀佛念啊永相伴，所以要给大家讲。像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，很多人讲是迷信哦，他不懂嘞，他能量很大嘞。你要真心念的这个南无阿弥陀，那不得了。像你们很可惜啊，进去就阿弥陀阿弥陀，眼睛闭了，损失可大啊，损失就大哟。阿将不以为意哦，很大的嘞。所以啊，佛教我们及时回头啊，所以在俗我无过，不懂，那回头好不好？回头快呀！啊，若人知过，及时回头，改过向善是为可救的。现在只要自己会看自己的缺点，很好，很快就能见性。啊，自己都满点看不出自己缺点，那你要坚信就很难。像我们的身体是假的，啊，名跟利谁要啊？像这个名利啊，很累人的人，对自己吃亏很大。啊，像这个佛讲及时回头啊，救谁救自己啊。
不要讲我要去救众生，你自己就救不起来，你救哪个众生？啊，所以轮回法界众生得遇弥陀，说我吉祥观。啊，若知过，愿求离苦，皆能够得救。像我有时候在老师有时候把书我都讲出来，我真的是一教奉行的，他叫你学我啦，不是在捧书佛，你不要乱想。我你看我，哎，责任很大的嘞。他叫你学我啦，要有大力啦，怎样不？大力找回自己啦。像这身体啊，你们不懂哦。像这个，我是带众生苦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你有跟弱点在，众生没有进来，在靠你旁边，你就有感觉。阿娘给他洗个排位就好。真的不是像你们今天身体，你也没有感觉，是这意思一样。像我很灵敏的人，他进来我都知道。你看这空间很大，看这个东西在，好像没有东西的，他随时走来走去都没问题的。他这是鬼，他是没有身体的，像烟呢。很多人不懂啊，像你，你假如有这个身体在，你回头很快的。啊，你要真的改很快，像我们现在的啊，大家在这里啊，可以讲很近，啊，只要你自己不起哄都没有事啊，啊，都是自己找自己的来。像我们现在不要自己转着转去，我到底怎么，我为什么都一直顾了这身体，那我告诉你就完蛋了。佛讲什么你就听什么，佛讲什么你就听什么，每天都要问佛的嘞。像我们现在来这里，无念就是本来面目了，你们做不到了，无念的。像自己要去抓，像我自己啊，静下来以后，哎，我在背经，我在念佛，哦，我觉得我的身体养得很好，啊，像我早上也要做很多事，哎，不错，都在念佛。像这个东西，你能养到，它身体细胞不老，就是你已经没有自己了。我给你们讲，你们要听哦。假如说你突然想的就想，想的世俗，那你就输了，你身体在老化。尽量啊替众生想，啊不要替自己想，替自己想，划不来的。像你们是不会看脸的，我是很会看，啊脸像我看都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也不能骗人。可是我们讲你也不听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主要都是在救人，你跟我聊，很重要的。像你们福报最大，要听这个佛开示很难哦。像我也给大家啊，这个无念呢是我们本来，可是这头脑从小用到大，你说没有念头不可能。你有没有感觉就很难，可是你要去突破啊。所以弥陀佛光铸造是我讲经不懈啊，见性法身超度，这真的现在超度很重要，你的身体就能超度了。像你看了这个三河大地啊，你身体也可以给佛吸走。我刚昨天教你们了啊，因为我们身体太多众生了，像人家说要往生的人要听经哦，他不是哦，啊，他不听哦，我没办法。可是他这里听就在睡觉也不行啊。其实最重要就是听经的。像我给他们两个大德讲，不听经不行的啦。啊，听经你要去做，要行，要改，啊，不是听了就听了啊。原来我有这个缺点。啊，我要来改过，那你对自己帮助很大啊。所以啊，书佛讲经不懈，见性法身超度，见为救度众生，得令及时回头，真的可以的。现在众灵很多的，怎么都是众灵啦？哎呦，
讲了你们大家好像也不懂，那为什么说有时候身体乱想乱想就附体又动啊？你看以前阿桃是这样，好，我走不动，他一直想，他这头没有停过的嘞。啊，那个叫做自私啦，所以我常常骂说你太自私了。啊，你为众生，你就不自私啊，你就不会附体啊，讲了也听不懂。啊，想的自己想的越多，哎呦，把自己给毒死了。也不能解决啊！啊，像他的众生啊，从生出来就找到了，啊，生出来找到就是个性啊，个性没改了。像澳洲也很多，像这样很多。其实他很聪明，所以啊，见性法身超度，结为啊救度众生。得令吉呀，及时回头，那个回头就是改了。像我现在给大众讲，哎呦，不能自私哦，他抓很紧耶，在宇宙之间抓很紧，你几千万一点问题，他就把你抓住了。你看你们要做了半死啊，你看写的牌位出来都讲得这么难听，这不是这么简单的嘞。所以啊，佛禅讲啊，参与法会众灵啊，把握当下，及时回头，不要再有个性啦、啊。像我们师宗弟子也一样啊，包括比丘、比丘尼，说念佛往生西方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像我们呢，常常讲佛水。啊，什么叫佛水？其实呢、啊，你真的诚心念佛机啊。你买桶水，那就是佛水了。那像我们呢，也给大众讲，我们这个水真正是八功德水。像、啊、我为什么讲说它是八功德水？像以前我的手裂，啊裂了很厉害啊，因为我不想擦油了，我在讲有时候煮东西怕那个东西不好，所以我手从来不擦油的。啊，像有他们说要不要擦，我说不擦。那现在这八功德水好处，它不裂。啊，我跟你讲真的，这水很好，看你会不会去用。啊，尽量不要洗肥皂了，像我都不洗肥皂的，像是下面你们 QV 的什么的，我不洗这个，我只有头部洗，因为我头部会出油。啊，我只有头部洗 QV 的，现在没有。身上不洗，头部要洗，头部要一点肥皂，身上不要。啊，身上会臭，会吗？哦，衣服很臭，流汗啦，流汗就臭了。流汗是众生味道了。现在我知道流汗为什么，因为我闻到阿桃味道，我知道说，哦，怎么这么多众生？哦，一脸屁股，我把细细的，你才知道这众生在身体的众生味道，才知道这事情可严重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清水啊，给大众讲。人的身体啊，就像清水。像我们人很快乐的嘞，而不是人家讲的，啊，这个，为了这身体付出代价。现在你把身体解开以后，你就不会为这身体付出代价太大，划不来，个性啊、执着啦、我见我执啊，太划不来了。所以修行啊，犹如清水之意境，能懂得几分，自己亦能够清净多少。很重要啊！
啊，像我们现在污垢叫什么？人体污垢，看了脸型变了，身上味道很重哦。附体的鬼附很多，味道都很重，每个人都有啦。那都是习气害的啊，所以污水脏水自己看见会有何想法，就好像一潭的污水啊，臭水沟执着的半死都没有流通的嘞。啊，清水都不一样，哎呀随便啦，什么来都好啊，水一直流一直流就清了。现在佛为了我们的身体啊，什么都讲，什么都比喻，啊，花也比喻，水也比喻，可是就是不来，就改不了。啊，你不感觉很可怜哦？很难改的嘞。啊，说自己啊，看见会有何想法？啊，这避而言之。当然，我们说这，哎，这水沟臭了，做得很快。啊，看到水清水，哎呦，这水好清哦！看着就站在那边，也没哪里，人大就是这么现实。啊，说即使知道将会净化，啊，那浊水啊，啊，这个也能够这个转变成为清水，像我们人体可以的嘞，像。啊，你越帮助人，你众生越少。我跟你讲，要听我。啊，你越支持，你众生会越多。我给大众讲，要听。像这个知识，现在学佛也知道，支持不了，不行的嘞。他在你身上马上现实报应，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嘞。啊，现在你学佛学那么多年，就是原来都是自己害自己，没有谁害你。所以啊，学我自己一定要改，改了对自己啊帮助最大。像啊，我们啊学净土来讲，脸上越净化净化了，就好像你无家净，你就要等于明波感啊，众生有净化啊，有没有道理不一样的嘞？啊，那你啊心啊越改越多，就净化越多了。啊，你啊越慈悲越随净化，啊你越不慈悲，那就不净化了。啊，现在你来看看，啊，那这个主犯几个，这是个性没改才变成这样的，也不是说，哎，不是说怎么样，啊，这样你看做了这么多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不改呀，啊，也不能做主啦，真的很可怜，啊，所以那浊水也能够转成净水，所以每一众生皆可以成为啊净土之相。啊，当净水清净相呈现在自己面前，自己能够有何体悟？啊，净水清净透明哦，清净可见无杂质，真的。啊，像那人呐、啊，人在一起呀、啊，啊，就好像说，不要看人的不对的，啊，就这样他。我跟他讲了，叫他换一下，啊，这个嘴巴都很会讲，啊，话都厉害，可是，一进去就进空间，这不行的嘞，啊，他就讲说，哦，这个怎么怎么，我说那你就错掉了。像这道场来讲啊，啊，最好是各扫门前雪啦，啊，这意思不是自私啊，就好像你现在都没有本事，你不能看着啊，他的缺点是这样，我看不惯。还是他缺点这样，我看不惯。你自己都不能做主，你去管人家这个干什么？啊，我说你不是嘴巴很会讲，啊啊，讲的一切大道理，可是你一样都做不到，那这是不对的嘞。所以现在就你眼睛要像佛一样垂下来，啊，垂下来就看什么都好，只要你心不去动，啊，你要来进行就很快，不然。你想坚持很难哦，没有人懂的嘞，
说每一位众生皆可成就净土之相，啊，让浊水也能够转变成啊净水，佛子知道将其净化，不能不懂啊。啊，说当净化清净相，啊，呈现在自己面前，自己能够有体悟，不能骗人的啦。像我们今天学净土，啊，越来越干净，里面啊零污染，那我恭喜大众，你是学净土，啊，假如说你自己都不能做主。啊，看到人家一起烦恼不好，啊，烦恼就是自己太傲了，一心傲了才好，才好，啊，这自己也要称一称，啊，虽然是独生子了，也没有用啊，独生子也没用啊，教了这样都不行了，这样几个教了都行、啊，父母都失败了，我在讲他们三个父母都失败。啊，不晓得是未来栋梁是很重要的，只是喜欢了我儿子了，我爱了，不教育一种爱，他都不能做主的，爱什么爱呀、啊？啊，一世人就完蛋，他不是来这里，这一世人他是边缘人呢。啊，边缘人就是他也不能做主，就一个傲着在世上，就以我为大。啊，什么都以大念，有时在念佛那个念相，啊，就以我自己大，这是不行的嘞。他不晓得是被控制啊。所以啊，人要越谦虚越谦卑啊，对自己帮助越大的嘞。啊，你要自己要承认我们的量啊，你能够谦虚谦卑，你要谦虚很快。啊，你要觉得说，我是很大，是你在你家大，谁甩你啊？没有人要听你的啦。啊，像我们是在救助团体来讲，啊，你不清凉来这里也没用啊。啊，这里就是要清凉才能见性啊。啊，所以那个啊，浊水也能够啊，这个污水也能够啊，转变成净水。每一位众生皆可以成为净土之相。像我是希望是这样，可是你们难改，所以要来教小孩。现在小孩啊，还我不要的，难教哦。啊，花开我要。啊，他是睡着了。啊，这样了解，他是很聪明的嘞。像、啊、每个都是父母的宝贝了，可是你没有教育，长大也没用。教育很重要，只要你污染了，什么都回不来呀、啊。啊，所以啊。当净水清净相呈现在自己面前，自己能有何体悟？啊，净水清澈透明，清澈可见到有何杂质？啊，才知道说，哎，我们问题出在哪里？啊，像你现在呢，将来会听经，就是自己要改了。啊，越清凉越清凉啊。啊，我也给比丘、比丘尼讲啊，师兄弟，你们不听经不可能见性的啦。听经很重要，那听经在哪里？改啊，身体行给人家看。阿奇学净土很好修的嘞，可是你很难修，难修在你们个性啊，你们个性真的能抓起来，那就不得了，没有个性你们做不到。啊，真的没个性可以见性的，很简单的东西啊，
啊，自己抓住就好像自己突然啊有主观有主见，啊自己感觉是这样，那就不行了。像一本《无量寿经》，你们要好好的学，学不完的嘞，第六品就学不完了。你不要看这一小小本，啊，没有那么简单的嘞。啊，这本《无量寿》，第一个是净化身体啦，它完全给你零污染了，你才能跟佛法界众生一样的。啊，像我们今天也给大众讲，啊，现在一段来讲，啊，转变最深一旦成其法，何难成万物？啊，关键明镜处，善好十五比，善最重要。这，啊，左以无上下，洞达无边际，都可以的。现在你看阿妈学了佛，洞达无边际的嘞。啊，一个勤精进，努力之求之。必得超觉去，就是这个还有身体都可以。所以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，恒劫亦无趣，恶道即彼塞，无趣。恶道彼塞就是一定不能有恶念呐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哦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我们今天学的就是可得其长生，受乐无有期，何为则是老乐为无常，这是骗人的。所以要知道自己啊，无量寿经每一段都很棒，他都在教你。像我也奇怪，像净空老法师介绍第一宣讲、第二宣、第三卷、五十宣讲、六千讲，没有人把它当宝。啊，我拿到这里以后说，哎呦，啊怎么这么好？哎，跟个佛一样，我一定要学，好，我一定要跟佛一模一样。真的给我学到了，要会拿书的会看的，真的，这本书哦够你们了，不要再外求了，就这本书给自己了，啊，真的很棒啊，没有人懂，像我听四旬就进来了，第二宣讲，不病不老不死。他讲的那病就不对了，老人也不对了，假如我今天病了，老人就不对了，你看我越来越年轻啊，有没有道理？虽然是啊，还可以，我还长得不是很多啊，也不错，有改进，他每天都在改进，你没看到这好洗头啦，这个不像人家说他们几天洗，每天洗头最好。啊，反观自己能够清楚看见无杂质，所以啊，看清水如看见修行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啊，你看清水里面一滴渣都没有，就是自己修行了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现在修行很简单，给讲慈悲，啊，心量。帮助人啊，能够超度。现在问题佛为什么下来啊？是你看澎湖开天相关道第一个佛下来的，像我的真心啊，人家不懂啊。像我开始不做生意啊，我才这么好啊，我有个佛堂，我弄那个佛堂就能够一个两个来，今天才有这样啊。啊，又来澳洲看了这地，哎呦，我要这里近啊，比私定好。啊，所以刚我妈妈刚往生封我了，我刚好可以，还不大够啦。那个，这左祖林他也跟嘎一脚啊。像我妈钱我都没给他用，我还给阿弥陀佛，300亩都是他的。都是我妈的钱，我没有花我妈，所以我妈很棒，在佛前听经，佛前呢，啊，而且她现在认识字啊，而且长得很可爱，年轻啊。
在佛前听经的，不像我爸爸啊，还是游山玩水呀、啊。你才知道个性不是这么简单啊！而且我也给喜欢的欠走的要听啊。你在这里欠人家一块钱啊，你只要消完出来，希望下来，这一块钱都要还的嘞。所以我现在给他说，我们现在能够还多少，赶快还。啊，不要自己啊，身体还给人家用走，笨死了。像你们要听话，身体用走不听话，众生啊，魔就把你用走，所以就损失可大了。而且呢，全身在那个众生请不走没关系，还给魔来造业。你说有没有道理？不能不懂，所以看见清水如看见修行。啊，孩子，此清水观啊，需要学习。啊，学习待人接物，为什么？这句话很重要。我跟谁都干净，啊，你都好，你弟好，我不沾染，我都干净。你能够这样走啊，那待人接物就好。像你不要看海亮，海亮以前呢也是在啊这个一把交椅的嘞，在中台也是管很多的嘞。啊，你看在我们这里就住住了，做了事情，现在问题是个性没改，我没办法，我也在帮忙他。不过他现在突破了，啊，突破在哪里？我跟他讲说，你都在访问，你为什么不访问你众生？啊，他的众生就拉他这里，拉他这里，他马上这样，随下来一直拉他，不能骗人的啦。像我看到你众生，我就跟你讲，你不听我也没办法。啊，不是不敢不听，你心要空啊。你也六十岁没有本钱哦，你还是不要去想哦。六十几岁没有本钱的啦，我也给吴家靖讲，我说家靖，你没本钱，莫去想啊，想家己也莫去想恁囝，我咧讲，啥物事你想想恁囝有死翘翘。我比谁都懂你们啦，你们那不要动，我都比你才了解了。像我现在给他这样讲，像我们家的就是占便宜来讲，啊，该人家的是人家的，该我们就我们的，啊，我们不要不去占人家便宜，尤其我们是修行的啦，啊，真的要四大皆空的，儿子有儿子福了，啊，儿女儿孙有儿孙福了，我们不要去管他太多。我给你们讲，你们要听哦，你们都是人家的爸爸妈妈的，划不来的。而且你顾他又不能换业。这样呢，就好像这个现在他们比较没写，不然每天写他家的牌位，啊，父亲啊，孩子啊，他都是每天的嘞。后来我给他讲，你们没办法扛，自己都没办法扛，怎么没办法扛？现在父亲才没有写。不然他已经进来了，还砍哦？怎么去砍啊？啊，个人的姻缘我们没办法砍的啦。你看我从来不去写牌位，有没有看到？谁去写啊？像那个现在佛教，我们排我们家的，像我在做功德，这我们也不会去摆啊。啊，像这我们的孙来讲，我们的每个家我都可以签的嘞。所以自己要本事啦，正啦，不会自己都顾不了，顾你个囝，顾你叔，顾你下辈，顾没顾家的，啊，自己笨死了啦。很多人不懂的，啊，说每个众生可以净土之相，当净水清净之相，啊，呈现自己面前，自己能有所悟，啊，净水清澈透明。啊，清净可见有无杂质。啊，那个无杂质在这里，你不生病了。你有杂质就生病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们现在要听我的话啊！不管你们，
一点自私都不行，一点有自己的主观都不行，一点都不行，你有人家就抓你了啦。像我现在在救人家都要找我啊，他们是没有依靠了，每个人出来都要都是没有依靠，把我抓紧啊，他跟着我再走了啊，你跟我再走没关系，有华清图为什么不去享受？很重要的嘞，所以反观自己啊，能我清楚看见有无杂质啊，你呢能够看着你自己无杂质，你要见性就很简单了。能够请现在我也给你开话给，现在我也给我们啊师兄弟的比丘你讲啊，没有人讲没有错的啦，啊没有人也讲说他一定都是对的啦。像我们在相关的活动，我们不看你对跟错啦，啊，我们只要你修行了、进化了，啊，人家讲说你很烂，我绝对不会，啊，人家讲不行，我绝对不会，喂，都是个性来的啦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，只要你呢会改了，就能够救了。假如你现在问题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你们都要改自己，啊，假如你们自己不改，没有人救你，就他都不改啊。啊，他不懂啊！啊，就全身给人家用走了，他就顾那个身，啊，你一顾身都是魔的顾身的，魔就是为着身在顾身，所以你们讲是顾着身就是魔界了。你看哪个魔界不是顾身？你看，看到克里夫啊，毕达多在讲，啊，今天呢、啊，那一份我给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没有人敢。碰异形的他们也不管的啦，也是很现实的啦，啊，他后来看到我能力啊跟佛的能力，他讲说佛的能力跟啊这他才知道我可以的啦，啊，可是我不管我可以不可以啊，我给他我一定要救他，我不管你可以不可以啊，我就是往这里迈进的，不然我做人也没意思啊，啊，我教导你们不能开悟也没用啊，所以那一份你们大家会团队看的、啊，他讲的非常好，很棒的。你可以再看完，你来看，他放在哪里啊？啊，你都要看哦。哦，我告诉你，毕达多不得了，他很棒的，我很欣赏他。啊，给他，哎呀，给你看，很棒啊！你把一看哦。你光料有够好，你看过啊？哦，很棒哦！啊，伊咧，反正你看过，你爱看。哦，我告诉你，人家他是真修行人呢，魔界也是一把交椅，厉害哦！他能控制人11年呢，而且身体都是他在用的嘞。你要了解，今天啊，我告诉你，他知道我们是真做好事。我为什么我昨天看他去带他去绕地球？我要给他看到，我真的是在做好事，跟我这条灵的值钱呐、啊。像我这条灵很值钱呐、啊，我都在做了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把个性把我们这条灵没有用呢？不值得啦。学习带领觉悟，啊，这个不该啊，当认为对方是污你。啊，或排斥对方有注意做，因为那若无践行，根本无控制嘛，无给他。发生我功力功力，转业变成净水，修行啊度众道，啊，很重要。所以，假如说你们这个清水，啊，不能找回自己，那对自己伤害也大。